绝了，瑞士曝光俄乌冲突也好，俄罗斯给欧洲输送天然气的管道故障也好，竟然都是美国提前预设好的剧本。下面的内容真的惊掉我的下巴，看《琅琊榜》都没这么刺激。最近瑞典媒体曝光了一份美国知名智库兰德公司的泄密文件，这份报告发布日期是1月25日，保密级别为机密，文件接收人白宫幕僚长、美国国务院、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等等，全是最高机构。而文件写的是啥？第一个小标题，削弱德国，增强美国，说的是因为美国今年的海量现金发行导致美国外债急剧增长，经济运转难以维持，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情况发生，因此美国迫切的需要外部资源流入。资源哪来呢？兰德公司认为削弱欧盟的火车头德国就是关键。然后就是第二段，怎么削弱德国。报告中写道，如果德国开始经历一场可控的经济危机，那么从欧洲流向美国的资源将增加。那怎么给德国制造经济危机呢？德国是制造业强国，非常依赖俄罗斯廉价且庞大的能源供给，所以报告中提到，停止俄罗斯的能源供应很可能会造成一场系统性的危机。这一场危机将对德国经济造成毁灭性打击，并间接对整个欧盟造成打击。下面就提到了惊掉我下巴的内容了，确保德国拒绝俄罗斯能源供给唯一可靠的办法是让双方都参与到乌克兰的军事冲突，刺激双方矛盾，然后宣布俄罗斯是侵略者，并对他实施事先准备好的整套制裁措施。如果战争罪和侵略罪得到证实，德国领导人将无法克服欧盟伙伴在援助乌克兰方面的汹涌民意，并加强一系列制裁措施。那么断绝俄罗斯对欧洲的能源供给就能成真。报告中还提到一系列为了顺利进行计划的重要人物和小手段，具体我就不提了，看得我是双下巴都惊没了。你说可怕不可怕？现实的发展真的和报告所计划的样子高度吻合。美国的经济正因为俄乌冲突、欧洲断气加速恢复，但问题来了，这个报告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我没法给结论，但我觉得以下几点可供大家衡量。第一点，瑞士只是中立国，他有胆子给美国泼脏水吗？第二点，前段时间近期瑞典检察院对外宣布北溪管道初步调查结果，此次案件极有可能属于蓄意破坏，虽然没有指明是谁干的，但谁获利最大，谁嫌疑也就最大。还有第三点，2010年德国抛弃核能以后，能源需求量很大，原来的北溪一号不够用，于是在2011年，俄罗斯天然气巨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有限公司与欧洲5家公司共同出资造北溪二号。在建设过程中，美国没有过多阻止，但2019年北溪二号线建设基本完成，即将正式运营时，美国出手了，宣布国防授权法案，制裁参与北溪二号的企业在全球业务，包括禁止企业人员到美国旅行等措施。参与建设的相关企业迫于美国压力退出，北溪二号陷入停滞，建成了不让使用，时间、金钱全投入打水漂，真的是杀人诛心啊！3年前，美国就捅过德国一刀，严重伤害了整个欧洲以及俄罗斯。你说今年他再捅一刀合理不？